李晓，李晓，李晓，我想尿尿。出门右拐。哎，我自己不敢去，你陪我去，你陪我。快点儿的呀！拿着这个，我跟大葱头用这个。你别把头转过来啊！李想，你别回头看啊！啊，冷！怎么了？太冷了，太冷了！来，快快快，接一下，接一下！打热水是吧？喝一口啊！这都一个多星期了，再说人家周静也不……我不跟你说了吗？现在在我面前别提周。哎呦我的妈！不，我不告诉你了吗？你把你这屎黄色的屎盆都给我换了啊！我现在我看不了这个色儿。还有你那个洗脸的屎盆子，那擦那粑粑芥子都换了。哎呦！你给我都整恶心了，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咱这牙膏现在太废了啊！太生气了，气死我了！周静啊，你给我等着！这个仇我必须要报了他！大呼小叫的干啥玩意儿？在门口人听见你喊了。哎静，人家来了，来来坐来。他说他要报仇呢。报啥仇啊？不是我那不就感冒了吗？总说胡话。对了，我哥说了，晚上叫你俩去喝点呢。不喝，谁找都不喝。咋的了？喝多酒总干啥事，戒了。整的没用的。啊，我刚做的饭，俩人一份。哎呦，你疯了你啊！告诉你啊，这是疙瘩汤，加上我八宝粥。太损了你啊！必须配合我，脾气呗！我告诉你啊，说说吧，喝了这么半天，今天为啥请我吃饭呢？啊，基于静姐长期以来对我和我哥的支持和关爱，我代表我哥向你表示最衷心的感谢。再喝一个。喝呀，喝。啊，静儿，你出来一趟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啥事儿啊？干啥呀？其实也没什么事儿，我就是想跟你这试试，我跟你这说话好不好使？
哎呦我的天哪，这太……喝啥菜呀？喝这样？喝，热破。